你这个很漂亮，而且很活很活，假到我也狙击。钓两只哦，钓两只，那么厉害啦，又很喜欢上钩，算你运气好。Bonjour à tous, je suis Zoe。今天呢，跟我弟来钓虾，听说他应该算会钓吧。会知道怎么钓，知道怎么钓，很谦虚啦哈。下午去钓了夹娃娃夹一堆，对啊，然后刚好也是宽哥的钓虾场，那我们昨天其实有来了，昨天刚好遇到他，就是虾农下虾的时候，然后看到他的养殖场其实是非常干净。那今天我妈也很喜欢钓虾，再来钓一次。我们哈到钓虾场，我们通常都是会先观察一下虾况，是整点放虾还是放半点放虾？可以直接问店员吧。对啊。之前钓虾场它里面还有 KTV。没有啊。耶、yeah ！进来啊，欢迎光临包厢、哎。好凉哦，天哪！老板进来他会傻眼。我跟他说，很沉重，沉重沉重。来放虾子了，活跳跳的虾。哦，真的很大只。我刚才问他说那个虾子量没有准备。挂架也来啊。那还好了。还要再养一阵子吗？这普通，相当普通。这算泰国虾了吧？这是算是用我们等级算沙公啊。哦，是沙公。两两半三两。这你在屏东养的那些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养在万丹了。养在万丹。对啊。万丹水质好哎、欸。水质比较好、嗯。里面还有我的宠物啊。乌龟吗？在哪里？你的宠物？啊。哎，这是40几公斤。他养他是要干嘛？啊，养他是要做什么？刚刚就是阿宽哥他在下一些他这个钓虾场虾子的过程。哦，这是他的宠物啦。刚另一池，另外一池那个40几公斤的，比较小，那一池比较小，比较大。他是吃虾子吗？泰国虾。那个里面大尾鲈慢吃泰国虾，很粗嘞，它是看起来很健康嘞。啊，这有一只死掉的，这个要把它吃掉的，死了那不能给客人吃了啊，防疫有风险。对啊，这个不新鲜了，危险啊。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不会用。对啊。哦，你的虫会吃掉，会吃掉。但是我看那个没什么力的，它就是把它吃掉。没力的它就吃掉了，它会自己吃掉。哦，所以我们不用喂啊，它做的比我们还早。对啊，我正想说，很新鲜，很漂亮。这个颜色都很漂亮。对啊，这颜色很清透，就是那个水干净才能这样子。对啊，颜色都很漂亮，而且很活。假到我也狙击。这个是要留在八月父亲节才开。啊，他今天提前来的意思吗？对，因为最近屏东台风的气候的关系，对对对，先赶快进来。下都是酸雨，没有办法。虾子有时候都大量死亡，我一定要提前开。哦。我咬起来无黑啊。哦。龙虾的餐点。现在要去喂龙虾，吃虾虾。吃饭时间到了，哎、欸，开始抢了。然后那边就那味道就过来了，那边就过来了。对，那只就过来了。如果被龙虾刺到的话，那个血要挤出来，不然会感染。对对对对对，不然会感染。赶快用清水冲冲。因为龙虾壳上面它的那个刺，它有些有小道缝，然后有些毛、嗯，所以你如果吃进去的话，会细菌会比较容易感染。Okay. 你要把它水挤出来。OK。那以前来钓虾，今天要钓几只？十只啊、哦！我弟说到钓虾池之后选好位置，然后不要急，把所有东西塞好，再去找柜台开台。这种虾钩它上面有一个这个 O 型环橡胶环嘛，它、啊、橡胶环就可以钩在这个快速环上面。就是你种虾的时候，你解钩子的时候是不是浪费时间？对，解钩子浪费时间。就是先把这个快速套起来，然后把虾先丢在地板上，然后再换下一门饵下去。大家看你是
这个东西，他说是快速可以换环的。你放这里吧。好，这个是测量水深的。来啦，测水深了。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可以钓几只。小时候都乱钓，等下再测水深了。人家看竿头，看竿头嘛，这样子就还是代表还能钓太钓。那我们再往下，大概倒一个浮标嘛。你刚才倒了一个浮标，这样满的，所以我们再往下调。这个再往下调一点，差不多去调这个位置应该就差不多了吧。看怎么拉浮标。小只的很猛哎、欸！好，我看到刚刚，他抢走了哎、欸！哇，这只生存能力很强，大概要被抢，在后面大的就在后面。这很像古生物哎、欸！它很会剥甲壳类，它很会剥蛤蟆。它在吃东西很幼型，你知道吗？它很幼型。那不就很慢？对，很慢。这个比龙虾还稀少啊！比龙虾，那它的价位比较高一点。没有，跟龙虾一样，跟龙虾一样，跟锦绣一样大，就一样跟龙虾一样大小，可是它比较浅。哦、okay ，这个很浅，所以它在吃蛤蜊的时候，才能营养就开了，才能到那个空气里面。对。我们钓多久？三个小时。三小时钓了几只？23只。我们花了多少钱？1945，快2000块。天哪、啊，各位观众，两竿三小时钓虾新手，先这样喽。来吃虾，烤香香。妈，23只虾。抓到龙虾之后，应该要怎么先处理？抓到龙虾，你说都从港口。对对对，港口抓龙虾一般都会先把它分大小，把它分开，跟种类。那我们一般东部常见的品种，对，有青龙、大头，然后竹啊、白须，比较高端就是我们龙虾界的天花板，七彩。七彩就锦绣嘛。对，就锦绣龙虾。锦绣就那个大只的那。对，就是刚刚看到的，让你们看到的。啊，抓到他们要怎么先保存他们？因为从港口到这里还有一段时间。因为现在是夏天嘛，所以我们准备那个所谓的冰桶，然后下面打一层那个用结冰水，我们不能用冰块，因为冰块融化会是淡水。哦。我们用结冰水，然后覆盖上一层那个膜布。对。然后把它放下去，先制造一个有点像是半冷藏室的感觉。半冰箱感。对，半冰箱的感觉，然后又不会太低。不然它会不舒服，它有可能会在运送过程中就死了。太冰会晕倒，会死掉。对。那活动力又变差了。对。我们希望就是只做一个怎么讲，一个环境，让它能够从港口舒服的到我们二三十分钟。对对，这个车程适应，这个车程能够再到我们的鱼缸里面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啊，到鱼缸之后马上放下去吗？我们会经过一个清洗的动作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海水车，哦，没有，对，有海水车，不是洁癖啊，当然了，一定有海水车，所以我会用简单的深层海水做清洁。哦，用海水深层水去喷它。对，因为我们渔船回来，它是港口，毕竟港口跟我们一般深层海水，它还是有落差，所以我们会希望做一个净化动作，顺便适应一下这个水。对，适应一下，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到让它吐完了，脏东西了，都洗完毕了，洗干净了。洗多久啊？一般我们都会让它泡大概，我的个性，我的习惯啊，每批收回来的情况都不太一样。哦，所以你要看你是深海的，放深海的那种80米的，还是你是近比较近一点的。那种 local 很，就是 local 很比较近点的沙箱那一种。
大概我们就浸泡就比较久。嗯哼。然后你是深海抓起来的，只是简单的做冲一下的。对，港口内的油污清洁就好，就可以金刚了。对。那些龙虾是放人下去抓，还是说放网子下去？网子下去抓，深海一定是网子。啊，放诱饵在里面自己进。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在做。哦，所以人不用下，啊，开渔船出去的。人下不去，80米人是下不去。哦哦哦。对，那个、除非用水肺，我以为能用水肺下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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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种大的龙虾，包含下面。它的危险性很高哦， oh, okay, 对对对， okay. 它的涌度很高，很强，所以人是下不去，那个网子都会可能被冲走啊。那你们怎么知道哪里有龙虾？那么深，这就是商业机密，老船长的经验。哦、oh, ，了解 ，OK、嗯。然后就上来就放在水族箱，然后就养，看客人什么时候来买这样子。对对对对 OK， 對那我想想看，那你建议自己如果买回来龙虾会怎么处理？放冰箱吗？还是说最好现吃还是怎样？一般来讲，你到海产店、啊、那一定是买活的嘛。对对对。那你活的话，如果你是当天、或者是隔天要吃，对，好、哦，那我会建议你不要去把它冷冻。哎、那我们一般冷藏温度大概是5度上下。对、哦。那你可以用一个类似一个保利龙箱，对，把它放在下面，然后里面就放一块结冰水，就这样就好。结冰水，一块就可以了。OK。然后放下去，然后你基本上。我的经验可能都可以存活2到3天，2到3天就不要去开它，你要外面把胶带把它封死 ，OK， 不要让那个5度的冷跑到里面去，这样它就变冷藏了，它就不会死掉 ，OK， 对，就是下一个温度，那也不用放水，不用放水，不用加海水，就是用个结冰水，然后盖个布，有温度就好了，对，重点是那个温度。然后你可以2-3天都 OK， 2-3天。他要吃的时候就抓出来，从中间头裹一半，左右裹这一半。因为龙虾外壳有刺嘛，所以我们在料理，我们师傅在料理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戴那个厚的那个手套，白手套那个厚的。对。那你如果最快的方式，你就是从头跟身体的中间，直接就是一刀下去了。哎，我们会先放血啊， okay, 我们会先放血。OK。又或者是比较人道的做法，就是你从那个屁股后面，给他把那个筋。他那个把它处理掉，用什么叉筷子？我们有特殊的工具，那、一般家里的，家里你如果比较没有这种不懂这种方式的话，你不怕危险的话，你就把它泡在冰水里面，哎，泡冰水，它就晕掉，它就不会动了，晕掉再进行切割动作，这样那也不用放了，不用放血了，不用，就把它。先把它让它冻晕的感觉，免得它咬你这样子。对，它会一直弹嘛。那个壳上面都有刺。OK。所以我建议就是一般家里主妇要做，你就是先把它全部整个泡冰水。哦，就从那个保利龙拿出来，然后泡冰水，让它整个。这个是最新鲜的，这最新鲜。啊，就去戳它，看它有没有动啊，没有动就可以把它切一半。对，就把它切一半。对，你就中间都把它清洗掉壳，把它扒开，把它洗洗就可以。哦。然后我们。如果你活体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常见的，最能够体现它的海味都是清蒸，或者是沙西米这两种。那沙西米有要特别怎么处理吗？会不会有细菌啊？我们一般在家里自己弄。一般在家里哈，我们这边做法，我直接提供大众参考。我会把肉部分放在用的机器，放在20°C 做急冻。哦。那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有杀菌。对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切的时候。它的肉质吃起来是脆哦， oh, 是脆的，对，是甜的，但是活体比较适合。一般就是如果你是已经死亡的龙虾或者是甲壳类，我建议不要使用。OK， 活体才可以这样用。OK， 对，它的肉质比较紧实。哦、oh. 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比较不用瓦萨比酱，我们就是一般我们用山葵。哦，山葵很高级呢。那个汁也真的是甜的、哦，真的是脆的。因为一般瓦萨比太呛辣了。会盖过那个甜味，对，它比较自然，比较舒服。对啊，好的高级日本料理店都用山葵，对，我们会用山葵，就用瓦萨比。然后再来还有你说推荐三杯的口味，自己家里烤三杯吗？对，三杯就比较麻烦了。三杯会，反正会煮三杯鸡的人自己在煮三杯鸡，但一定煮法泡制一样嘛，然后肉下去而已。对，差别只是在那个龙虾要剁，剁比较小块。啊你剁鸡肉是 OK， 可是你剁龙虾，你手套戴着比较好。哦，那个刺刀都会流血。哦，反正重点是过程中要戴手套，不然就把它弄晕。对，再处理就不要让它动。对对对对。好，
我们现在呢就在台东市的那个台九线钓虾场，我们的老板宽哥，谢谢他的介绍。而且今天台风吹分风，有够热。今天很热，超热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要接下来要等他的厨师来，要帮我们料理。他们厨师很厉害。对，谢谢谢谢。谢谢